来吧，朋友们，这是一个抓蛏王的神器啊！沙滩上滚一滚，那个蛏王就受惊了，就出来了。这个还是老规矩，进来的老铁啊，喜欢大海的就给个双击，不喜欢的就不双击啊。咱们还是任性，没毛病。关注我，看我下播5点钟左右。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双击了，因为啥呢？因为他知道给别人双击作品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啊，没开通直播权限的，有助于开通直播权限。看看我的妈，今天挖到个啥啊？有认识这是什么鱼骨的吗？可以评论一下子啊，给个关注。来吧，朋友们，下午好。这两天啊，又开始推大槽了。每次推大槽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特别刺激，看到没有，老铁，刺激不？哈哈，这全是野生的象拔蚌，这一铁锹下去估计有个一斤，不对，得1斤半。手机还有电，给老弟留下一个免费的小红心。4点半左右赶海直播了，记得关注。点进来的家人们，新年好！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，大年初一，我们来到海边放生了好多代表吉祥的龙尾鱼。祈福看到此视频，点双击、评论666的老铁，在新的一年里面发大财、行大运，父母身体安康。如果你喜欢大海，别忘记加关注哦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不知道是咱家哪位老铁给咱带来的好运。我的妈嘞！2019年第一次抓到这么大的八爪鱼，这108个大吸盘，希望给咱家老铁吸住运气、吸住财气，还有吸住好运，能给个双击了吧？关注我，看我下午精彩的户外赶海直播。